球员张志杰倒地40秒，医疗人员才进场，加时控制一定努力。简化风云拳国语测试，院长和设计师加时控制。稍等，来说，请政府医院有抗蛇药。7月20号，演唱会暂别首登记日，无海外艺人受限暂停。中国国安新规上路，可查无货源。新货出口6.3%率创新高，韩国六月出口增速加快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种工厂叫做幸福工厂，我觉得字面上来解读它的意思应该是专门打造幸福感的地方，是吧？但是呢，很残酷的说，在韩国有一座所谓的幸福工厂，但这座工厂里面的人呢，可是完全感受不到幸福的。这间工厂里有很多小房间，跟储藏室差不多大小而已，里头呢光秃秃什么都没有，而入住者呢也禁止他们任何一个物品，只能在房间里面盯着墙壁来发呆。那没有人可以聊天，每天呢只会有人透过一个小小的窗口给你送上食物，听起来就好像在坐牢一样。但是这座幸福工厂却有很多韩国的父母愿意住进去哦。为什么呢？这就不得不提到韩国有一种叫做蛰居族的社会现象了。蛰居族这个词汇是源自于日本的，指的是那些很爱躲在家里或小空间，平时不上班不上学，只是关门不社交，自我封闭，操作又跟自己的人际，无形之中就跟整个社会脱节。而这样的社会现象也导致韩国成为全世界自杀率最高的国家。有调查认为，韩国的蛰居族的社会现象是越来越严重的，当地现在已经有多达4万个蛰居族，当中有年轻人下山主义，造成的韩国女性的蛰居族现象。为什么会在韩国父母自愿的想要住进所谓的幸福工厂坐牢来受罪呢？原因是这些韩国父母非常担心，他们还承认，但是他们平时不懂得该怎么跟孩子沟通，也不懂得如何能帮助孩子走出自己的这个牢房。所以呢，这个幸福工厂的设立就是让入住的韩国父母仍然被关押3天的这个封闭，以及参加一些活动之后，可以做到换位思考，尝试着更深入了解他们孩子内心的想法。幸福工厂是韩国当地一家非政府组织举办的计划，希望透过让父母亲入住像监狱的体验，去了解控制孩子的情感权利。其中一名参与者是50岁的金女士，她的儿子是在韩国幸福工厂的团队的动力。他说啊，刚开始不理解，为什么孩子就从高考毕业之后没有被请跟大学录取，整个人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。他的身体开始变得不好，很难交到朋友。妈妈请假不去学校，最后还拒绝了班上主席吃挑战，最后还把自己放在房间里头，不吃饭不洗澡，这样子操碎了心思了。看到这个原本好好的孩子，突然变成这样，说真的，这世界上没有人对父母是不痛心的。但是因为经历，他也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，只是没有办法跟孩子好好沟通，帮他的孩子转出困境。让这位妈妈看到这个困境，一直到金女士来到了幸福工厂，阅读了这些选择自我封闭的年轻人他们写下的品字之后，才意识到真正困难的其实是他的儿子，不是他。因为儿子在不被理解的情况之下，不停靠用朋友来帮助他。入住幸福工厂之后，做爸爸妈妈的都希望自己可以跟孩子回归到正常生活。但其实这些爸妈都不知道的是，他们踏入了幸福工厂之后，也在变相的解释自己是一种幸福。怎么说呢？韩国一社会学系的教授解释，韩国父母一样跟许多父母一样，都是望子成龙、望女成凤，孩子成就就是父母亲的成功。所以一旦孩子变成了蛰居族，开始自我封闭之后，他们会觉得自己是养育失败，从而就产生满满的愧疚感。他们不敢再晒孩子了，不敢公开讨论孩子的话题。久而久之，父母亲在自己的圈子，比如说家庭的聚会里头，就会被孤立。而当他们真正理解孩子在想什么之后，也变得更能够理解以及接纳孩子的状态。这是在韩国的情况。好了，休息一下，下节回来跟大家聊水果了。